现在听一下啊，这深夜的呼噜声啊。2点快2点半，朝你还没有睡着，是为什么？我根本无法入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有个在打呼的人，对吗？他是谁呢？穿衣服上会被拍。怒火无敌。传闹吗？现在听一下啊，这深夜的呼噜声啊。现在听一下啊，这深夜的呼噜声。我还有非常繁重的任务，一晚上全毁了。我们根本睡不着。我代表所有跑男，我抗议在这样的地方睡觉。搓眼屎，来搓眼屎。
什么？没法睡啊，投诉，没法睡，投诉啊！老听到嗡嗡嗡的吵。你过来，朋友，我们所以来聊，就因为你，我们所有人都睡不着。为什么？我没干嘛。你哪壶可以？什么？这节奏？对，你的壶为什么是那么独特？我的壶为什么很独特？那呼噜太可怕了。怎样？你的？我的。既然起来这么早，那我们就要锻炼身体。你面前和你旁边都有这种健身器材，看到每个器材上都有一个话筒。就是你们在健身的时候，在晨练的时候，一边晨练要一边唱歌，唱的歌昨天已经发给你们了，一起唱，合唱一首歌。达到80分，算合格。嗯，这个是这是什么？就是话筒在这儿啊，大老弟，我拿电动的。好，等一会儿再弄，等一会儿。往两边，站两边，站这边。坐在这儿吗？可以换器械。你们觉得这个器械，你们唱一下。快点呗，你们。你们可以换器械唱。起床气很严重啊！我这个不行，这快快快，快睡。走起！太好了，走起！
这首歌我很熟，王心凌陪我啊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把爱多说一点。Yo, Cindy baby, yo, Angela baby, yo, hey, hey. Oh, come on, yo, yo, yo.是因为没有词儿，所以就他会唱，不唱。我们俩不会唱，有情可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会唱？让咖啡跟香槟。我不会唱前面。欧弟，我跟你说，你是欧弟，这是什么？所有人睡不着觉。好，赶紧。哎呀，后面人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哇，还是哇，那么重啊，是我吗？第一位拍欧弟这样子，哇，哇，准备，是啊，五四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你听过一个吗？听过。那比这帅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No, you don't, you don't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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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开始练习了，鼠标丢外套，丢在哪？再丢环岛，丢外套，丢在哪？再丢环岛，天使丢在哪？丢掉天使，丢下去啊！丢的分数再全丢掉。立队，准备立队。吃光了。爱的多，爱的少，只想越跳越高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摔倒。咕噜咕噜的狂跳。不在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要是谁知道？再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是我在想你。如果你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一定是我关心你。天上你无车火星星。没关系，多加油！要把命保住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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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
装了，谁给你的水仙？哟，那每次倒下不怕辣，那每次喂喂喂不怕辣，那每次下雨不怕辣，装一个辣椒。完了，拉出翔了都。队友们，看看你们的分数到底是多少？80。哇！93吗？好了，来，红队准备，加油！好。如果你能拿到半瓶，阿姨，你是我的想你；如果你能拿手机，就把我关心。常常想着的转过身，忘了怎么着。啊，一直就一句话，一点就一点一点。从我这角度看，你一直在喷口水。好漂亮一点，来，就一点一点。从我这角度看，你一直在喷口水。现在红队的成绩出来了，85、99，谢谢。sorry, 民众是逛街的地方，吃好吃的逛街的地方。